放开轩儿！原来你的软肋是这个姑娘啊！你想要焚诀，给你便是。放人！放人可以，你要先在我面前杀了你师父。谁能读破无谓因果，岁月难辨的善恶流于世人说，你和我如影般婆娑，他虽虚妄蹉跎，燃熄人心火，执着执意的灼，时光翻涌成夏，冰箱为我灼香，燃熄人心火，执着依然执着，天地生死相依，承诺不移的承诺。令牌交还给院长，还望院长见谅。姑娘，你出卖我！事关重大，我担心魂殿会觊觎陨落心炎，在开塔之前务必将此事告知院长。对不起了，胡家姑娘。古族也知道我迦南学院有陨落心炎？恐怕魂殿也知道。几十年前只听说过魂殿肆虐中州，没想到这个邪恶组织还现存于世，来到我加玛帝国渗透进了学院。院长，昨晚跟我们交手的两个人身穿黑袍，魂如双生，最关键的是他们的气息特别的诡异。黑雾腐蚀虽未见得是魂殿功法，但是那恶臭腐烂的斗气气息却和传闻中的如出一辙。院长，您可知道加玛帝国有谁可能与魂殿勾结？要说与魂殿勾结，我倒是怀疑一个人。十几年前，此人来到加玛帝国盘踞封城，自称药皇。他身边的金银二老形影不离，与萧薰儿所说相似。药皇？此人自称药皇，本名韩风。那就对了，五十年前最后一任首领魂灭生带领魂殿组织再次崛起，肆虐中州，掀起了大战，最后被古族封印陨落。而那个韩风，他本是名门正派，但附逆于魂殿，在大战之后就消失于了中州。没想到他竟然出现在了加玛帝国。药皇韩风是魂殿的余孽。我迦南学院虽说不是什么中州八族的高贵学府，但我认为封印足够坚固啊。这药林的出入自由令牌把持，也算安全。爷爷，我错了。责任在我，是我有求于虎家姑娘的。若不是古都统昨晚夜探药林，魂殿寒风之事我们还一概不知，也算是有得有失。古都统查探魂殿，原本可以先知会本院，可又为何要如此行事？昨夜只有二位进入药林吗？郝长老，莫非是有什么发现？古都统密探药林，可是魂殿的爪牙正在此时进入了学院，这里边难道没有问题吗？院长，昨天晚上萧炎哥哥也在药林，但是他是为了拿冰火龙虚果。萧炎，我怀疑他就是学院的内鬼。郝长老，魂殿功法诡异，或许自有破解封印之法，也未可知呢。我迦南学院百年以来校风纯正，各位长老恪尽职责，弟子们纪律严明，只有这个萧炎入学以来
无视规矩，轻慢规则，把我迦南学院当成随意践踏之地。郝长老，你这可是很严重的指控，有确凿的证据吗？小燕，我问你，昨天夜里是不是私入药林偷取了冰火龙须果？是不是私自炼制丹药，引发了天坟炼气塔的暴动？啊，昨晚什么？是吧？果然，院长，他都供认不讳了，他就是跟魂殿勾结的内鬼，是我们必须铲除的害群之马。哎，我怎么变内鬼，变害群之马了？我只是偷拿了一个冰火龙须果而已。院长。萧炎哥哥只是为了救他大哥，不得。说吧，你跟金银二老是怎么勾结的？跟魂殿的寒风又是什么关系？人呢？人啊！你，郝长老，我根本就不知道您在说什么。别给我装傻！假意去偷取冰火龙须果救大哥。演了这么足的一场戏，不就是为了掩饰你在药林里边给金银二老开门的把戏吗？啊，郝长老，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内应，你就别把事。你记得我来迦南学院的第一晚吗？你是说天坟炼气塔？嗯，我来呢，就是为了塔里的陨落心炎。所以萧炎哥哥，你要进塔不是为了断体，你是要收服陨落心炎？没错，
我来呢，就是为了收复异火，上云兰宗。如今我爹被抓了，所以我不能困在这儿坐以待毙啊。嗯，我明白。我也是萧家人，我一定会帮萧炎哥哥救爹、救萧家的。会被灼伤的。这是我花费我所有火能卡能买到的最高级的兽火，跟异火相比，它的能量和暴虐根本微不足道。如果我连它都不能收服，明天我要怎么收服陨落心炎？你要收服陨落心炎？我不能违反学院规定帮萧炎哥哥解除禁闭，但至少我能帮他完成他想做的事情。你不回古族，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萧炎。药老，您刚才怎么没回应啊？当年我有个弟子，15岁便能用兽火炼制出3品丹药，20岁便晋升为6品炼药师。他对于药材的感知能力得天独厚，火属性斗气纯正，所以他虽无异火，也能炼制出纯正的丹药。您有徒弟啊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一个人只要有了贪念，便不能踏实，总抱着一丝侥幸，以为自己可以挑战天命。您是说您的徒弟？那他在哪儿呢？我提醒过你，魂殿的最可怕之处在于撩拨一个人的贪念。您这个徒弟和魂殿，魂殿来迦南学院，只可能是为了异火。陨落心炎是我萧炎的，谁都别想夺走。好好休息吧，明天恐怕会有一场大战。好长老，您不去开塔呀？嗯，哼，想得美！我去开塔，谁陪你呀？好长老，嗯，长老，这是您吩咐过的丹药。哦，你快去天坟炼气塔，给院长他们送过去。今年不比以往。内忧外患，让长老们服下，多多加持。我可是要在这儿守到最后的。这是什么丹药啊？增加斗气实力，加固天坟炼气塔的封印。你的同党万一真要来了，也会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。郝长老，您看我这也出不去，您也不想去，那我们就来好好聊聊，聊聊这天坟炼气塔。
天坟炼气塔？对啊，我听说啊，迦南学院以他立校，所以他厉害在哪儿啊？我还真不怕告诉你，这天坟炼气塔里边啊，真是有一个宝贝，但凡斗者进去修炼，以他断体。子言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在郝老头仓库里偷东西吃，但我看到他在日记本上写了你偷冰火龙血果的事儿，他也太过分了吧！不就是个冰火龙血果，他至于那么小气吗？而且这个冰火龙血果是我给你的，我肯定要来救你啊！退后！哎，你不去啊？你强榜第一，不进塔看看？哎，你去吧。我刚刚下手有点重，你好好感受一下那无色火焰的威力吧，它可厉害了。好吧。强榜前十名进塔。开塔这么重要的事怎么不邀请我呀？迦南学院岂是你说闯就闯？天坟炼气塔也容不得你说进就进。韩某平平之辈，自是不敢，实在是受中州魂殿之托，义不容辞。没想到加玛帝国也能见到魂殿的走狗。天坟炼气塔之所以成为迦南学院的镇院之宝，为强榜赛胜者强筋断体，是因为里面有异火榜排名十四的异火陨落心炎。我说的没错吧？而这陨落心炎注定是属于魂殿的，如果你们识趣的话，就乖乖交出异火，否则我今天就可以让你们在加玛帝国全部消失。好大的口气啊，你以为有了魂殿做主子就可以为所欲为？迦南学院屹立加玛帝国这么多年，岂是浪得虚名？有什么本事使出来。既然院长都这么说了，那就别怪韩风无礼了。结印护塔。不可能啊，明明服下了助长斗气的丹药。哼，丹药果然有效啊，好戏就要开始了。韩风，昨晚你们动了长老们的药。白山，居然是你。不是，是他逼我的，他骗了我，那个紫青破账单是他给我的。自那之后他就以此为把柄逼我替他做事。他说了，他说能恢复我的斗气，所以我才……你好糊涂啊，他就是要利用你的胜负心让你违禁服药，在比赛场上斗气尽失。我一心护你，替你隐瞒，没想到让你一错再错，我真是不该纵容你啊。我错了。各位长老弟子慢慢交流吧，我可要办正事儿。
殿走狗，休得猖狂。古族黑眼痣。打一伙的主意，痴心妄想。姑娘也想要。萱儿，你带同学们离开，这里交给我。药老，寒风也有异火。那只是紫火。海心宴，异火榜排名15，足以引发陨落心炎的暴动。如果今天你们不想死在这儿的话，就乖乖交出陨落心炎。我说的够清楚了吗？不就是一朵区区紫火吗？别以为只有你有异火。小小年纪竟然能收复异火。陨落心炎绝不可以有任何闪失，催动斗气，重启封印。异火排行榜第19，青莲地心火。一日之内让我遇见两种异火。好啊，今天全都是我的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再晚些来我就有事儿了。我欠你一个人情，怎么会让你有事？
逆徒，你还敢来见我们？不可能！妖老，您不能出来啊！是啊，我不是应该被你毒死了吗？整个刀气大陆都没有你的音讯，我以为您早已粉身碎骨了，原来您一直躲在纳戒里。妖老，这就是当年害您的寒风是吧？这萧炎，纳戒里面竟然藏着药尊者，中州药尊者。从前传闻中州药尊者被魂殿所害，早已陨落，没想到凶手竟是他自己的徒弟。欺师灭祖，想不到世间竟有如此歹毒之人。药世尊，弟子寒风拜见来迟。世尊，你看看你自己，你已经走火入魔了。世尊，我是走火入魔了，求求您，您教我焚诀吧。我跟您六年了，斗气阁的每一卷功法我都见识过了，我没日没夜的练。阁中的每一个弟子，哪一个有我用心啊？我只想见识最强的功法，就算我练不成被烧死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寒风，你还不知错吗？斗气大陆以强者为尊，我想变强大，何错之有啊？如果是我错了，那就是这个世界错了。弟子听命。寒风思窥功法有违阁规，责令押送天行山思过，我守御，不得下山。寒风，当年你觊觎焚诀不成，被我清理门户，复逆投靠魂殿，还趁我突破半圣之时，在我丹炉中下药，逼我坠入悬崖，九死一生。现在你还有什么资格跪在我面前？师尊，您当真是不复从前了？小老，您快回纳戒吧，您这样下去。这么多年了，还是不长一点记性，方才三招就算还了师父，如今我一身所有与你再无瓜葛，我欠你的都还了，你欠我的拿来。寒风，魂殿到底为了你多少迷魂汤，让你如此的死心塌地？我一直以为就这么忍下去，你终究会把焚诀传授于我。可是我错了，只要你再一点，你就不会让我出头。赵晨，你说我除了杀你还能有其他什么办法？
当年是你背叛师门投靠魂殿，现在依旧助纣为虐，做魂殿爪牙，觊觎陨落星眼。好，我今日便再清理一次门户。天是地啊！你竟然把分诀传授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！心言，被人收拾。韩风，你休想！哎，出异火，妖老，您消耗太大，不能再催动异火了。出异火，你的魂殿主子赏赐给你的不过是区区紫火，哪里是什么真正的海心焰？放开轩儿！老严，原来你的软肋是这个姑娘。在命令我吗？韩风，不要殃及无辜。你想要焚诀给你便是，放人。放人可以，不过你要先在我面前杀了你师父。现在不会再被亵渎，我相信的未来它一定会到来。说实在都不该被取代，一次次逆袭褪去刻板的烙印，隐藏曾转机描绘热血的定义，永远记得。
深傲气在为万物的青睐，面对这时态不会被谁安排，不记得例外，谁明白我从来不服输。我相信有未来，它一定会到来，说实在都不该被取代。一次次逆袭，褪去刻板的烙印，一层层转机，描绘热血的定义，一点点勇气，堆积年少的自信，一遍遍寻觅，揭开真相的世界。